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优一大哥，你好拽呀！今天这视频呢，想跟大家浅浅的聊一下，有一个我最近发现了还蛮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前段时间蹲坑的时候，又有姐妹来问我 INBT 人格。但说实话，在这个大家都把 INBT 人格当成简历一样放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简介里面的时候，我还未能获得一个稳定的人格。没错，几乎每隔半年我就可以重新测出一个小人。而我最近又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在不同的人眼里，你测出来的人格可以不一样的。我最近一次测自己是 ENFJ，然而在宝比眼中测出来的我是 INFJ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怎么这个人又 I 又 E 的呢？而且甚至在宝比的测试当中，你挡住我了。你是不是很不爽？我的 J 值竟然可以高达88%，也是什么概念呢？一般大家都认为 J 值很高的人安排能力很强，可是我一直都经常忘记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吃过上一顿饭。我的 afternoon tea 时常跳串在我的 brunch 和夜宵当中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觉得我 J 值特别强，非常期待我能安排一整天的行程的话，那不亚于就有人指着我说："你穿裤子，你就是 T，你就是 T。"所以我在想啊，到底为什么相差会那么大？是不是有一种可能，因为 INBT 里面四个字母，每一个选项它都只有二元制，相当于如果你不做 I 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喜提一个 E 回家。但是现实生活中是我们会根据对方跟我们的绿条，然后展示出我们相应的一面，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家里面和你走出这道门之后呢，你的状态不是 on 就是 off，像个开关一样。就好比我觉得再怎么 E 的人，他再怎么样能通过睡觉充电，他也不可能在拉屎的时候希望有人牵着他手跟他聊天，对吧？可是即便我们两个是 I 人，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一个蹲的坑，喜欢在厕所门口聊天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人格也侧面体现出了，当有一个人想要窥探你内心的时候，你会上来就跟他保持多大的绿条？如果你把他当成一个考官，他在面试你，那你测出来的人格就是你跟考官、跟陌生人的时候会展现出来的一面。但如果你觉得他是你的心理咨询师，跟你非常亲密的人，那你测出来的可能就是跟你有一定亲密度的人眼中的你。我们不单可以说对内什么什么人格，对外什么什么人格，还可以说好感度到达70%什么什么。人格好感度到达100%什么什么人格，那是不是就很合理的解释了？当有人看到 INFJ 开学之后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他们会觉得，不准，我不是这样，是因为你在开学这种都是陌生人的情况下，你展现出来的可能就不是 INFJ 这样的人格。但说实话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人特别相信这个 INBT 人格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可以钻洞子，反过来先发制人，特意告诉他我就是这个人格。人格这个东西嘛，又可以换，而且又不稳定，它又不像你拿出身份证就知道你一定是什么星座、什么血型一样。我如果很想拿下这个人，我知道他一定会跟什么什么人格做朋友，那我就故意告诉他我就是这个人格，就算他觉得，但是你看起来不像啊，我可以告诉他，没有的。你跟我搞好关系，我就会变成这种人格。哎，他就不就上来，主动就会跟我有绿条了吗？但其实我觉得吧，INBT 有这么多个字母，这么多排列组合，它分的再详细，它现在不是还有什么 TA 之类的后缀吗？分的再多再详细，它无非只是给你一个参考。你可以说它像星座一样，为了跟人尬聊的时候找不到话题，打开话匣子；也可以说它让人在社交当中更好的有一个安全感，因为上来就可以先把这个人分到那一个人格里面那一类。但是，无论它怎么分，它也无非就只是四个小小字母，它不能代替你全部。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非爱即一，或者是为爱做一。有时候在爱和一之间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可能性。你可以早爱晚一，就像我们家狗，我们把它叫姐姐，是因为它看到小姐姐就非常的一。但是呢，他如果看到小孩就巨矮无比，搞不好他还觉得自己是 S， 是 smart dog， 但在我们眼中他就是个小傻狗。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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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